倒转来家己，敢若倒转来家己个厝安尼，我足感觉足温暖个啊，因为伫咧北部咧奋斗拍拼，我倒啊台北迄落照即个电视台啦，吼啊都音色啊，啊阮个即个拍拼个工课，较忝，拢伫台北啊，啊难得有迄个机会讲有即个电视台伫咧咱家己，而且性质。说实在话的呢，也是我们全台湾啊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，哇，有线电视的一个节目，对对对对，谢谢。那也祝福信吉所有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支持信吉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都能够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心如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难得有韩国的粉丝来。很荣幸哎，真的是希望韩文。招用币，招用币，招用币。哦，招用币。嗯，招用币。嗯，这样。那么啊，老师，很陶醉。老师用韩文唱啊？对啊，我会啊。哎呦，太强了，感动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的口腔吼，我扫描经过，还佫摕去化验表吼，有。其实迄不是槟榔造成的，你是做口业。做口业。医生，你敢唔敢做上水？你做口业啦。哎，我今天演医生哟，医生，好开心啊！哦，是妇产科哦。哎，花柳科的部分。现在最夯的是肿瘤科。啊，是。花柳科嘛，哎。那医生你很忙哦，当然了，我还要来唱歌。有一个笑要排五个波割包皮。你好烦呐！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